那么我们会在未来的时间给广大的济南父老乡亲啊跳出更好的舞。我们今天是一个尝试，虽然跳得非常丑陋，但是我们的心啊在这里。希望呢一个周末啊，我们开业这三天啊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，更多的服务。希望呢更多的广大的顾客来我们国美，我们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